吓坏了吧？哇塞，老板，你老干了！看车主不在，你还不赶紧跑？车主虽然不在，那我得等他来。你个傻子！这车是你撞的？是我刚刚不小心撞到的。你不小心撞的，难道不用赔吗？这次去补个漆，最少几千块，赶紧赔钱！你撞到了，你为什么不跑嘛？我不能跑啊，车是我撞的，就是我的责任，该赔的我得赔。你跑你也跑不了，到处都是监控，少废话，赶紧赔钱！这得赔多少啊？这车去补个漆，最少2000块，赶紧赔钱，不然我报警了。这么多、啊？行了行了，这车呢去做个漆，确实得2-3千块。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这种情况换别人早跑了。不过车是你撞的，你理应承担这个责任。我不让你赔，反而是看不起你呀、啊。这样吧，我就让你赔个200块钱，赔个意思。行行，谢谢谢谢老板。吴总，你这还不赶紧把钱拿出来？老板，能跟我回家拿吗？我家就在这附近。来吧，走。你稍等，我给你们拿钱。儿子，这两个是，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两位老板的车给撞坏了，是我的责任，我得赔钱给人家。爸，这也是您一直教导我的，做错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对了，要给人家道歉，对不起，给您带来了麻烦。您父亲这是？我爸几年前出了车祸，被撞得半身不遂。肇事者也跑了，是我拖累了孩子。爸爸，这是赔偿。好，每一个人做错事了，都要勇于承担责任，无论他贫穷或富贵，这个就是你的责任。孙秘书，把我钱包5000块拿出来。好的。来，这5000块是给你的。不不不不，我已经把你的车给撞坏了，给你们造成麻烦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拿你们的钱呢？拿着。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孙秘书，你明天赶人事安排一下，让他到我们公司去上班。好的，吴总。年薪20万，我们公司就需要像你这样责任心的人。